孔子，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山东曲阜，与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几乎同时出现于人类文明大爆发的轴心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对中国乃至世界影响巨大，他被后世尊称为圣人。曲阜孔庙恭祭孔子大典是专门祭祀孔子的典礼，每年9月28日孔子诞辰日这一天在曲阜隆重举行。2006年5月，祭孔大典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恭祭孔子大典设置开城、开庙、起户、敬献花篮、乐舞告祭、恭读祭文、行三鞠躬礼、礼成等祭祀程序。孔子说，无不与祭如不祭，通过祭祀追忆文化先哲，唤起今天人们内心深处的仁爱之心，引起心灵共鸣。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肃王。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追思圣贤，祭拜先师，虔诚朝圣。请各位参礼嘉宾整理衣冠，庄然肃立，现在开庙。
齐呼。乐奏天人合一，其为公元2021年9月28日对次辛丑，子戌仲秋，天覆地载，环球一家，还我中华，即世界各地人士，于兹孔子诞辰之日，而亦自阙闾孔庙大成殿前者，仅以虔诚崇敬之心，庄严肃穆之礼，敦和
每圣之月，自祭于至圣孔子之灵，配以父圣言子、宗圣曾子、祝圣子思子、亚圣孟子。祝曰：泰山炎炎，黄河汩汩，经风吹万，乾坤清朗，泥山苍苍，都市洋洋，东林玉胜，海宇张望，永息莫夺，知成天旷，生明未有，资表无双，转续尧舜，移行文王，政极大成，万事景仰，天道明仪，有刚有常，天纵其才，美德敞扬，国师济民，仁爱无疆，自直好义，君子道长，纠集以尽，恭俭礼让，同德辩惑，智慧深广，躬行忠信，作福万邦，饮酒有恒，载风载方，始终条理，思想保障，仰之弥高，万仞宫墙，允直绝中，无偏无党，正直公平，王道荡荡，同则不济，何能分长，和而不同，文明发黄，道造乐土，富我理想，远莫大同，近奔小康，先知先觉，自作宪章，允文允武，治国安邦，为政以德，北辰取向，成人成己，良美并扬，修道讲学，日就月将，有事绝民，积息从官，走出庶务，万民向往，微乎成功，冠乎文章，乃以乃训，世尊不忘，乃神乃举，肯垢肯堂，来之中国，与有荣光，鼎运维新，借福延祥，天下和平，民敌安康，顺天应人，复兴在望，无土无民，再造辉煌，告慰夫子，原见新乡，战祥。请全体来宾整理衣冠，庄然肃立，面谒至圣先师，行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毕。我宣布辛丑年公祭孔子大典礼成。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典礼，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他们能感觉到很浓厚的文化气氛。我非常开心今天参加这样的活动。以前在重庆师范大学学习的，非常喜欢那个孔子的文化学习。随着儒家思想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海内外孔庙曾发展到3000多处，世界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长期保留着祭孔的习俗。每年的9月28日，海内外孔庙、文庙、儒学机构会共同举行全球同祭孔活动，祭奠至圣先师孔子。Algo concreto podría ser, por ejemplo, que es una figura a seguir, siendo quien fue de los primeros profesores y maestros. Siempre es una figura que tú quieres seguir como referente a ser un buen profesor, una buena maestra para tus alumnos. El tipo de pensamiento de la religión es ¿qué? Es educación. ¿Educación es qué? Es aprender a ser persona. Ser buena persona es ser una persona de cultura. ¿Dónde es qué?就看要培养你跟别人的关系，这个是儒学的贡献。在孔子深邃而睿智的目光中，他创立的儒家学说穿越了2500年，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儒家思想，至今仍有着深远影响。You see, in the ancient times, we all had respect for the sages, who were our guide, show us the light. And today we are very happy that the entire world, and more so in Asia, they look upon Confucian values.As a high standard bearer. 孔子会讲人，以人为本，会讲爱，会讲孝敬父母，他注重建立这个人与人的这个友好的关系。所以在当下，我觉得孔子的思想是很重要的。